许要比天还高。云啊，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，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。啦啦啦啦，风啊，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。没心意。把树打在人身上，这样就有心意了吧？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认输吧。轻易就认输，回去怎么交代呢？受伤了，丢你的脸了。还好没人看到我扭到脚，而且你也打败了怪兽，不算丢我的脸。不是、刚才我的回力镖真的丢中你的脸了。这些怪兽好像在新星球见过，他们说要回去交代，莫非背后还有人指使？我受伤了，你假扮怪兽混入对方阵营，弄清楚他们是不是从新星球来的。可恶的超人，这几天已经打伤我们很多只怪兽了。将军，我已经请了古灵星最贵的兽医来给怪兽疗伤。请普通的就行了，谁让你乱花钱的？请他不用钱，直接绑架就行了。看得好，他人呢？我请了古灵星最贵的绑匪，只要将军签了账单，兽医马上绑到。大大怪叔叔，小小怪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是来旅游的，我们的理想就是踏遍世界的每一寸土地。可是这样是不对的。这里有怪兽，我怀疑是新星球跟来的，很危险，你们去其他的地方观光吧。难道是被发现了？新星球的怪兽？不可能吧。不过还不确定，所以我打算假扮怪兽混进去，弄清楚他们的来历。你们快走吧。将军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赶紧通知怪兽们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能暴露他们是从新星球来的。将军有令，让混进来的超人相信我们不是从新星球来的。这是在新星球买的衣服。这是在新星球买的零件。这是在新星球买的面包。大家好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隔壁山上的怪兽，听说这里有一个怪兽组织，特地来投靠你们。
暂时打不过，先套套近乎。原来你是隔壁山上的怪兽啊！欢迎欢迎。怪兽就在眼前，却不能打他们。打？你倒是快打呀！快打呀！忍得好痛苦呀！打呀！不要逼我！方便三，打张牌而已嘛，不用想这么久吧？对了，刚才好像听你们说到星星球。没有啊，星星球是什么？好玩的还是好吃的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大头怪，你有星星球寄来的快递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叫大头怪。可是照照片，明明是你。全宇宙的怪兽都长得差不多，照片相似也不奇怪啊。看，这是哈贝星移民过来的怪兽，跟这只古灵星怪兽是不是长得很像呢？这快递上留了电话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我是大头怪，我一直在吸星球，没去古灵星，你把快递给我送回来吧。对不起，原来真的送错了。看来他们真的不是星星球那群怪兽，直接打算了。这里真偏僻，找了很久才找到公厕，还是星星球好。星星球？这是新来的怪兽。原来是新人呢，初次见面，送你一份见面礼吧。这礼物很珍贵，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只啊！只有一只，那有什么用处？大头怪，你的身份证从星星球寄来了，我刚刚遇到邮差，帮你领了。变形怪，你怎么变成风车怪的样子了？将军派任务给你了。将军？将军就是我们的头领，是他让我们从星星球赶到这边来。他们真的是从星星球来的怪兽。巨齿怪，将军让你接电话。见了将军，我就正式加入你们啦。先找出将军，然后问他到底有什么阴谋。笨蛋，那只新怪兽是超人假扮的，来试探我们是不是星星球过来的。什么？算了，先别慌，你骗他说要去见将军，我们会在路上设好陷阱的，到时候就可以解决掉他。超人掉进了陷阱，一起上，给我狠狠的砸。早就看出你是超人，什么将军星星球都是用来引诱你进陷阱的。原来是想引我进陷阱。顾着回忆将军的话，结果自己不小心掉进来了。这个笨蛋，骗我的。开心超人变身，找到你了。村长，你认识他？当然认得，50年前他抢了我的酱油瓶，我还很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惨叫声。村长居然50年前就认识这个怪兽，看来我是误会了。
他们真的是古灵星的怪兽，不是从星星球来的。那我就把它交给你处理吧。声音好像不对啊。哎呀，原来是我眼花看错了，不是这只。花心超人，那些怪兽不是从星星球来的，是你神经过敏了。我不是神经过敏。你不信？不，我是皮肤过敏。Subscribe my channel.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